大家好，我是杨凯涵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成浩。我是射箭项目，然后到现在五年了。我也是射箭项目，到现在也是五年了。因为我国中有连续好几场比赛，就是都没有进八强这样，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说，我下一场一定要拿到全国前三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会更有瓶颈去练习。更有机会去突破自己。我上一次比全中运射不好，排到82名。我想要让那些在我前面的人知道，这一次我会拿第一名，还有团体，让自己更好。互相鼓励，这样做了很多次，可以同时加油自己，也可以帮队友打气。111年全中运在花莲。回蓝逐梦，尽在花莲。